中方所确定的这个目标啊，确定目标就是停火劝和促谈，推动局势的缓和啊，尽早实现这个乌克兰这个危机的和平解决。那么我们这次啊，第一次同各方这个进行了接触，了解了各方的立场，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。回来以后，我们要进行认真总结、认真研究。那么，中方啊，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反应，我们来决定这个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和具体的举措。啊，我们中方啊，愿意积极考虑再次派员到有关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。那么中方也愿意就此啊同各方面保持联系。按照这个欧洲人的一般的表述习惯，就是说我们这次去是第一次，但不是最后一次。